这个地方我们用储体惯用的写法，好，你也可以不起笔，直接贴住，贴好才下，不要用笔尖，不要笔尖，写的就直接弯下面，稍微停一下才下，好，要起笔不起笔都可以的，提贴。哦，正中间，好，这个没有很长，好，这个山，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山呢是储体的标准版，哦，他最喜欢用这种写法，尤其是他的左边那一块地方，你们刚才用的万里长征，丈侧孤征那个征也是用的这样的笔法，哦，对，只是呢起笔有没有起笔的问题而已，哦，那那个山呢，我的帖上呢这一段稍微多了，你可以把它去掉差不多1公分，哦，对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请你稍微让它带背极限，好，贴提贴，往左拉，好，这个穿看起来很容易哈，哦，但是你笔画的长短跟空笔画之间的距离非常的重要，哦，我的帖上稍微写长了，你们可以把它上下稍微各剪掉差不多啊0.5公分哈，哦，对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直的，好，出去，好，哦，正中间，哦，好，这边一样是有T，不要真的有勾，好，哦，谢谢老师。